朴孝敏现身越南粉丝见面会，身着一袭绿裙的她青春又洋溢。近日，韩国知名女星朴孝敏现身越南参加粉丝见面会，估计大家对于朴孝敏这位韩国知名女星，那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了，因为她这位韩国知名女星可是很知名的。别的暂且不用多说什么，就单凭她越南都能有粉丝见面会来说，也就足以证明她到底是有多么的有知名了。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，虽然越南粉丝见面上的朴孝敏身着一袭绿裙的她青春又洋溢，但是粉丝见面会上的她同样也是很大气的，因为她不仅送给越南粉丝们亲笔签名的 T 恤，而且还送亲笔签名的鞋子。不得不说，朴孝敏对她的越南粉丝也着实是有些太好了吧。